七月十一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公告，称美国十日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允许其在七月三十一日正式恢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身份，并可以在今年年底的第四十二届大会上进行投票和拥有入选执行局的权利。美国此前曾于一九八四年、二零一七年两次退出该组织。今年六月初，美国政府致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知美国计划重新加入该组织的决定。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敦促美国国会拨款1.5亿美元，以便推动美国重返该组织。据媒体报道，美国已累计欠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19亿美元。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七月十一日指出，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在被指控双重收取某些费用。 扣留奖励奖金和未经客户同意开立账户后，必须赔款一亿多美元给消费者，还要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支付九千万美元罚金，并向货币监理署支付六千万美元罚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指出，至少从二零一二年起，美国银行员工以非法手段替消费者申请信用卡账户，只为了达到办卡业绩目标。这套以业绩为考核标准的制度后来已经取消。 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指控美国银行在客户因账户资金不足而被银行拒绝交易后，向客户收取三十五美元，扣留承诺的信用卡账户奖金，不兑现奖励承诺，并因美国银行的业务流程和系统故障而拒绝向消费者提供注册奖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指出，这并不是该银行第一次因非法活动而面临执法行动。 据《国会山报》七月十日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允许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一种抗癌药。目前，这种抗癌药在全美范围内出现短缺，迫使医生实行配给治疗，患者面临生命危险。该机构已允许运销另外十批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顺铂 （cisplatin），这是一种重要的化疗药物。该药在美国未获批准，但与在美国销售的已获批准的顺铂类似。 目前的短缺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该药的英塔斯制药公司在印度拥有的一家制造工厂的暂时关闭有关。FDA 发现该工厂质量控制失败后，该工厂被关闭。该公司正在与 FDA 合作重启生产。根据犹他大学追踪数据的药物信息服务，药物短缺达到了五年来的最高水平，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药品供应线脆弱性的高度关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七月十日发文，紧急提醒领区中国公民高度警惕冒充领馆工作人员，利用虚拟改号软件伪造领馆电话号码实施电信诈骗的活动。骗子谎称接电人个人信息泄露，办理领事证件需面试，涉嫌违法犯罪等，试图骗取接电人信任，进而诱导进行转账汇款。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总领馆可能会因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要求补充领事证件、申办材料等原因，通过电话、邮件联系当事人，但任何情况都不会索要个人银行账户等信息或要求转账汇款，不会通知中国公民有案件需要处理，有快递需要领取，不会将电话转接给国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或要求当事人回拨电话进一步联系，更不会索要所谓保释金、担保金或要求转账汇款，请务必牢记。 只要陌生人让汇钱，就要防范，要重视自身财产安全，不向无关人员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号、银行卡、网络社交平台账号等个人信息，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如接到疑似诈骗电话，请及时挂断，并酌情向警方、家人或总领馆咨询求助。